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款游戏叫做《超级马里奥》，经典超级马里奥。嗨，这边，相信很多人都玩过马里奥。那这一款呢，是让大家可以在 iPhone 或 iPad 上也可以重新体验玩马里奥的乐趣。那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个界面，它跟 New Game 和 Continue， New Game 就新的嘛。那新的游戏，那 Continue 就是你之前玩过的话可以按继续。那它的操作方式很简单，进去的时候就上就是跳，下就是蹲，然后左边跟右边。好，我们按这个卷子确定。它每一关会给你24条命，然后你按上，它来的时候你就算准时间按上，用这种踩的方式把那个怪给消灭。然后一样，就是看到金币的话，就是可以挤。然后像吃这个香蕉，你就会变大一点，就等于说你有点两条命这样子。好，那他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他要给你320秒的时间，让你破这一关。那他你也不能掉下去，他的基本的操作都跟我们之前在电脑上玩的马里奥差不多。像你看，我刚刚碰到它，我不该碰到它，我一碰到它，我就变小，然后吃到香蕉，我又变大了。那如果同时按前进还有上的话，它就会像我刚刚这样子，那你可以后退或是蹲下。好，碰到这个就是解锁了，你就等到了下一关。再重复一次哦，它每一关都会给你24条命。好，像我碰到它我就死掉了。那因为它是一至二关，所以它就会一直重新，就是从第二关开始，一直到24条命解用完为止，就一直这样重复。好，也是一样给你320秒的时间，所以这款游戏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就是喜欢的朋友呢，或者想要重新体验马里奥的朋友呢，欢迎就去下载来玩。好，谢谢大家。